我一级也没啥用啊，我一级就只能抠一抠，等机器人吧，机器人勾一个。学艺，哎呦啊，这有眼儿，去趟中路吧。学艺两级就跟傻逼一样，我也感觉你，那我二级咋办呢？我学艺呀、啊。赶紧升二啊，快点升。好，很难受，我们中单打个他妈吸血鬼，哎，我这无限撇呀，呼拉圈儿来吧。不跟你玩了，我溜了，再见。主扣主打吧，这主扣吧。闪现 Q， 我敢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能杀得了我，除非我自己想死。好吧。
来一个德克萨斯木印。齐亚娜自从这改版以后，我就没见过有人玩。不知道这吸血鬼组的什么技能啊？我到了。这啥呀？这是这么猛吗？这哈子，哎呀，还有点脆呀。哈子有点克我呀，我一想，好像哈子确实有点克我。还是杀个吸血鬼解解气吧。我都说我不会玩了，你不信？哎呦我哎呀不行了。皮孩来个什么孩呢？来个幼孩吧。啊，这也伤害也太高了，这行吗？还能贴膜，虚区还高了。你给我死！扔石头最开心了。卡莎已经有点无敌了，是吧？哎。哎呀！来个铁板鞋吧。说为什么打人不掉血？
哎呦哇，这俩人英雄玩不好，不太适合我这英雄，不如凯南，你有点肥呀、啊。还完犊子，完犊子得了，还说不太适合我，那不太适合我跟完犊子有什么区别？啊，你那意思是这个英雄不行是吧？那我能理解。完犊子是什么？完犊子是这英雄不行，不太适合我是什么？不太适合我，我是因为是这英雄行，但我不行。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行，英雄不行。哎呦我这虚缺，哎呦我这虚缺，再见，哎呀哈哈，对不起，不能出这个，我们得来个夜刃之风。哎呦我这船长，这一枪来我传一手好姿，赵信怎么死的？这赵信怎么死的？这个英雄就别说那操作的，那八百倍的不玩一回，不太会玩，打出什么样的操作都比较的正常。哎呀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，不是我下来拿一波双杀吗？
我先来个草吧。啊？你信这哥？啊？你信这哥？哎！在草里面，你们跟我打。怎么没有草呢？几个人啊？哎呀，这蛤蟆，这蛤蟆可太克我了。出个巨蛇怎么样？再来个九头蛇。哎，我们家还有个鱿鱼呢，我咋没见过这人呢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我去杀着赵信去啊！哎，我怎么出来了呢？卡莎的英雄他妈的，哎呀，这咋这么狠呢？这英雄呢，我一套身上打他，他吸回来了，真是服了。而且这地方没草，我没有办法进草，不让我进草。二十级，那卡上二十级，我还得去找那赵信，我发现，别人啊都不行，还得是你信哥。再见，我不跟你玩了，回家了。一会儿我们家没了，不能跟他再玩下去了。哎呀，聚聚下一把，
卡莎确实是有点猛。